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Sarah。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情况下生活已经两年了，终于等到我们的疫苗了。好，问。7月26号，我来色调拉姆的什么？孔贝先生的。孔贝先生的。孔贝先生的。来打第一针疫苗。到你号码了，还讲？打第二针啊！打第二老公打疫苗第一针，2021年10月20号。10月20号，好。OK， 我老公打了一针疫苗，看看状态还不错。还可以。嗯。啊，今天老公来打第二针疫苗。你这是牌子是吗？ Yes， 牌子。牌子。原来你不敢看的。我在想。Okay， thank you。Nanti itu tak sih?Kak Yosin nanti kena bagi dekat ni. Ni nama dalam sistem apa? Okay. Okay. 仅以此篇纪念新冠疫情下的我们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我们一起加油吧。